《雾城幻夜》是一款主打都市传说的微恐怖解谜游戏。我们为了寻找因办案而失踪的哥哥，只好接手经营专门处理灵异案件的黑猫社。透过这些委托得到的蛛丝马迹来拼凑线索，寻找哥哥的下落。玩法会依照剧情做出各种变换，像是寻找场景细节，在地图上画出路线，进行案件推理等等。尽管是一笔拼卡片数值为主的玩法，也变得相当耐玩。故事剧情还有许多分支和隐藏故事，玩完一个案件就需要花一个小时左右，就算快转还是会有许多对话不能跳过，但每次都会有四名帅到逆天的男主角们一起冒险解谜，看到他们帅气的样子什么都没问题啦。美术呈现的部分不只是人物立绘精美好看，连场景变换都非常流畅又细致，你看看以动画呈现的四位男主角是不是超帅的啊。音乐还有音效也搭配得相当到位，没有 jump scare， 却也营造出让人发毛的气氛。虽然《雾城幻夜》主打女性向市场，但是只要你能接受某些桥段会来个保护女主角的帅气特写，就算是钢铁直男也可以跟男主角们称兄道弟的啦。